好富士啊，善男子啊，若有行要求这个止观啊，这个叫做有行有事的三摩地嘛，都要供给啊嘛哈。若有视察三摩地，有事若有视察的止观啊，是名无行事，我无行为事的三摩地嘛。若圆转法的止观啊，带他上来，圆转法止观。好、哦，是名无行无事三摩地嘛，哈、哦，他就把这个三种讲出来，三地哈、哦。行者从有漏要进入无漏，开始以他所得到的无漏的智慧去寻求视察所示为的真如。由于出尽律定，这是出尽律定，就叫做无漏的有行有事地。好、哦，也就是说，你刚开始你从出尽律定，就是说你看到任何的女孩子都不会去想要。这是有形有事地，但是已经就进入到不会有漏，就名无漏地的有形有事地。只要你进入放弃那个初显的寻求，好，我要寻求什么止观，你慢慢放弃初显的这个寻求的话呢，用维系的视察去视察所视为的真如，而进入静力中间的定，而静力中的中间的定就名为无漏的无形是维识观摩地。如果到了无形为事的观摩地，大部分都已经有光了啦，有光体了哈。然后到了真正发光，主要到第三代真正发光哈。那不以更进一步的为以根本自证观真如，不与寻思发生一点点关系。有时候你寻思啊，这没晒。有时候我梦中有时候有时候说啊，这女孩子不行，她不是，她是那个，我不能跟她发生关系，那就是寻。那是就是说他哦不行那个啊我给你有做任何的动作去防卫他的，那都是有形有事的。因为你对这个的相对不对，虽然我这个有关这个到这个幻境没有关的那个一进来那也是幻哦，那你有跟他的影响的那个什么就是思考的指他，或者是里头影响到你的念头去赶快去给他停止的啊，对为这比赛你那就说是。重动有只要有任何的产生一个动作去控制它的，那就叫做寻思的问题。好，事是比较细腻的啦。所以说他说如果你到了根本是正观正直的话，不与寻思发生一点关系，那叫无漏的无形无事三摩地了。而此中说的啊，这个若圆种法都是根本智观察正如而言的哈，为了根本智来讲的啦哈，世尊。那我问你，什么叫三相？我们第十个讲完了，这第三地是讲有形有事，无形有事，无形无事哈。讲这个指相，那我问你啊，什么叫指相？什么叫举相？什么叫舍相啊？我们修行就一个指相，一个举相，就叫舍相。好，指相就是心调举用，叫做指相啊啊。那指相，那举相就是心昏沉用的哦，举相啊。舍相是心安。止时则舍相，好，就有这三个。那这个佛就告这个菩萨来讲啊，好，这个念一下好了。行者在修习止观的过程中，必有种种不同的修习相貌现前。现为了知这些相貌差别，所以持世尊又提出三相来请示佛陀。止观中的止相、举相、舍相三种修法。一指向心调举时用之，调举摇动也，为心念动摇，不能摄服，于诸禅观无由成就也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什么叫做他的叫做调举？调举就是说我今天在修行中的时候，我的念头一直摇摇晃晃，我不能让它定下来，这是调举。好，啊，第二个，二举向心昏沉时用之，为身重性，心重性，身无堪任性。心无堪任性，身昏沉性，心昏沉性。好，举相就是说你一直会打瞌睡，一打瞌睡很容易打瞌睡，那叫举相，昏沉的，好，那静不下来。好，第三个舍相。三舍相，心安止时则舍，为彼得平等心，于诸善彼增上舍相。所以舍相是最好的哈，所以它有这个三个相。第一个就是让你了解这个，因为有三种的相，代表你的止观够到什么程度哈。好啦，第一个就讲说什么叫止相。一，什么叫做止相？不修习三摩地的人，
自在散乱的漩涡中旋转，当然没有什么指向可言。可是一个修习禅定和功夫的人，就有指向出现了。专注于自己所缘的定境上，不散不乱，是为指向。啊，就是说你已经能够只要只看到相的东西，已经不会被他拉走，那已经到指向了哈。第二个，什么叫举相？二，什么叫举相？即使在修习生活的时，不特有散乱心为作为缘，且有昏沉心，此行者对于所缘定境没有贪能，为了驱除贪能性的昏沉，所以就有举相现前。那这个举相现前的话，就是说属于一种好像说又会打瞌睡啊，又昏沉啊，又这个好像就好像打坐中的时候会一直睡觉，那就举相了啊。但是他来讲，他虽然有比那个第二境界还要，但是也有举相的境界哈。这个举相有时候你看说，哎，老师你怎么打坐睡觉？睡觉的时候头还会磕到地下，一起来就好了，那这一种举相啊，还有那个身跟心都入到睡觉中。所以有时候我跟那个插碗在一起的话，我在打坐中啊。打坐的时候，一半要打到两点钟再打坐，打坐到这三点多的时候，我头都沉下去。哎，他看我睡觉都怎么，双盘好好的弄好好的，或者单盘不管哦，一睡下去哦，我头到底下哦，又可以又继续坐着，这样睡到一天呢、啊。这是举相，还不够于定中哦，没有任何的那个影响力。真正定的人是不能这样的哦，那他又举相了。再来第三个。三，什么叫做舍相？为行者在三摩地中，不为昏沉所转，不为要举所动，其心平等正直，不将功过贪著在所缘的地境上，是舍相、啊。那个是完全的把相都舍掉，可以很定哦。那个是已经有的，一入定的话，像能达到境界都要入定三天的、五天的、七天的，才有办法达到真正舍相哦。那我顶多还是在以举相，还没进入真正舍相，因为舍相到真正的那个定下去的话是不睡觉的哦，一定一天两天三天小儿科哦，那个这个像那个谁一定的说要去讲经说法啦，有一次那个熏老和尚啊，今天把他排好课哦，他到哪边去刚好人家听他讲课嘛，他讲课他在没事他都在禅房里头就打坐、哦，一打坐这个熏老师入定了，说不来上课的。他要等他，他一门，后来去敲他，他都没有声音哦。后来把钥匙他打开，看他是不是死了怎样，他入定了，一坐入定了。然后那一堂课都不用上课了，他一入定的时候就一两天了。后来就好多人知道他一入定哦，正因为他去泰国讲经啦、啊，一讲经的时候一入定三天之后才出来哦，轰动泰国一时，因为泰国本来是佛教的哦，捐了好多钱给他。啊，他捐钱的，只要你入定两三天，就有人捐的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修行人哦，不得了，这捐钱的，要功夫的啊嘞，黑头阿哥举相都无在发抖啊，哦，那境界我唔是，我一个月是，我都搞舍相的，舍相是应该要管的境界啊，所以这个三相有这种差别哈，所以这个是很高的功夫哈。好，善男子若心吊举，或恐吊举的时候呢？诸可厌法来作意，就是有还是有产生的厌法、讨厌的法来做这个意的意念呢，即以彼无见心作意，是用我们这个妄心的无见心来做这个意啊，是名指向啊，因为我用心来指他嘛，那时候指向无见的心。若心沉默或恐要沉默的时候，诸可心法来作意，很多人喜欢快要沉默跟这个未沉默时，彼心相。即彼心相来作意的话，叫做举相啊。若于一相指道，或于一相观道，或于双运转道的时候呢，两个随烦恼所染依的时候呢，诸无功用行了来作意，即任心可以任运运转中所有的作意，这叫做舍相啊。这心就放着都很自然的，那叫舍相哈、哦。那境界是更高的哈。哦，吊举跟昏沉呐、啊，是修定者这两大敌人呐、啊。出发心者的人，无不与这两大敌人呐、啊、进行激烈的搏斗啊，都不能克服这两个敌人，谁就不能完成他的定功啊。啊，所以我的定功还是不太够啊。虽然我那时候定到六个小时还是不够的，因为人家正定人是三天的啊，我是没有办法的哈、啊。我啊，我搞个定改敌人哈、啊，所以还在努力中，起码得板得啊，板得掉啊，洗干哦，都办到完了之后，最后的时候要交棒哦。可能我还是要再定功再加强，因为这是后面再说，你现在不能急啊，因为外功还是很重要啊。此事菩萨又对佛说啦：“世尊啊，
修止跟观的诸菩萨众知法之意，云何叫做知法之意？你要懂得法，也要懂得它的意，啊，就是要对这两种知法之意要了解。这是讲到第十二的哈，第十一，不依法门中，佛曾第，哦对吧？第十一不依法门中，佛曾说依法的，哦，在第十六讲依法的止观。跟缘法的有种别，这是种跟缘，缘别跟种别，为止观行者的知法之意。但怎样才叫做知法之意呢？我知道这个法，也知道这个意啊。什么叫知法之意？佛在前文并未说明，所以呢，这个弥勒菩萨又特别在问那个知法之意，因为他刚才有讲一些嘛，然后弥勒菩萨会把他讲的再拉出来，再问他，所以弥勒菩萨一直问了很多问题哈。然后这释迦牟尼就为他回答：这么叫知名？诸法的自性本来是没有名的，好的法体，这个没有名的，就无名，大道无名，没有法体，完全是假设施设的，并不是法的本身。法的本身本来是不存在，所以他说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这个法本来是无法的，但是为了假设事情弄一个法，让人去了解啊，这叫举相，这叫什么相？它是让我们的分别。啊，这才有这个法，这个法是施设的。这个第二你要知法，这个法本来是空寂的，但是因为我为了让你们有那个，我必须假设是一个法，让你们知道哦，这个叫什么分别？分别他懂得修行，你的意才会去修啊。啊，第二个二则要知具，因为我知法之后，我把每一个独立的名字贯穿起来，变成完整的句子给你们知道，就是经典就这样来。那你要了解什么叫知具啦。知法之后，法本来没有，我把它假设是一个法，然后呢，我把很多的东西把它连贯起来，就变成一个的，变成一个文章了，变成一个经典了。那这个知文啊、哦，第三个，第这叫知义，哎，是吧？知法知句嘛，有句才有文章嘛，一句一句的东西凑起来就变成文章了。所以文是独立的单字嘛，哈、哦，有了这个单字，能够上面的名句上所一直表现的它的意义，所以叫知文，我就知道这个文章告诉我是什么，哈、哦。有这个，然后第四个就能够分别了，因为文章所说的缘法跟种法跟这些跟你讲的时候，还有寻是无寻是有，这样你才懂得分别知别，也要让你知道分别细腻去修上去，这就知别了啊。最后说知种，就是前面所说的，不管你缘种法的这个止观，或者说缘法或者种法的止观，也都为了这个而种的。总和所缘作意，就让你知道这个整体的这个修行有哪整个状况，一个转法一个圆法，它为了让你去分别它，所以叫做分别之后，还有让你知道总部的总共的这个止观是怎样，所以它有五种，这五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法义的五种哈。佛告执事菩萨说呢，善男子啊，彼诸菩萨有五种相了之于法，对的，知法，而且后面讲义哦。先讲知法哦，那法第一个要讲要知名，第二个要知句，第三个知文，第四个要知别，第五个要知种。云何呢？云何为名呢？一切的染净法中所立自性，自性想假施设，这是这个所立的自性想，你们想我是假施设给你们的。那云何为句呢？就是在这个品名聚集中，在每一个名的聚集中里头，能随宣说诸然，还有究竟的意义，依此而建立出来，那这个叫做文了，啊，这叫聚了。云何为文呢？则依这个两种所依的指示，云何与品个别了之啊？由个别所言所作意，云何与品总和了之？原有总和所缘作意，就是分别跟这个总缘，如是一切总略为一，名为知法，名为菩萨知法。如果你这个菩萨知道法的话，这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建设出来，有五种，就是让你知道、哦、文章、哦、知道这个名字先设立出来，然后知道一个句子，然后知道这个文章，然后知道它整个那个，然后最后总别都了解，那这个就是。一般的人要先知道这些法，那佛为了解答此事，请问呢，就以五相来说明菩萨了知法。那五相就是如文经文所列的，就是句，就是句啊、文啊、别啊、种啊，哈、哦，这些都是先由字嘛，字句文别种啊、哦。好，那说明一下，讲一下，
什么叫做明呢？诸法的自性本是无明的法体。现在我们所以叫这什么，叫那什么，完全是假施设的，并不是法的本身。叫这叫那，诸法虽多，把它分类起来，时空外杂染的一切法，解清净的一切法。什么叫做聚呢？就是在许多名中，把各个国别的相关的名贯穿连缀起来，或为一个完整的句子，与原版的显示某一意义，说明为句。什么叫做文呢？文是独立的单字，由这一一的单字，能为上面的名句之所依止，表现表达那所有的字义。什么叫做与彼个别了之呢？为及前文所说的圆边法指观，为此中所说的个别所圆作义。什么叫做与总和？什么叫做与彼总和了之呢？为及前文所说的圆中法指观，为此中所说的总和所圆作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属于法的五种法哈。那五种法是因为它假设设计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你修行的方法是怎样啊，有哪些差别啊。啊，其实这些法是无差别的，本来就都没有，但是为了让我们修行方便，它就假设实际出来哈。好，那了解这个法是这五种而已哈。那讲的义呢，义就有啊，那就用义了，他说义就很多了哈。善男子，彼诸菩萨有十种相啊，去了之于义啊。义者就知道尽所有性，二者知道如所有性，三者知道能取义，四者知道能知所取义，五者知借利义，六者知受用义，七者知颠倒义，第八者知无倒义，第九知杂跟染的义，杂就是杂染，就是不清净的杂染义，第十个知道清净的义。就是他总的义在这个句子里头的这个法里头也要知道他的义，所以他为了这个法建立这个义也经历了十种义哈。那这个有十种相，经历了十种义。所以善男子，尽所有性者为诸杂染跟清净法中，就是尽所有性，就是我所有性里头只有所有的义只有两种义，一种叫杂染，一种叫清净哈。诸杂染清净法中所有的一切品别的边际，此名中尽所有性。因为我尽所有性，就全部都告诉你什么叫做五，例如说五数运，什么叫五运，什么叫做六内六入六处，好、哦、六处，还有内处，还有外处，这都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啊、哦，念一下。清净法中尽其所有，不出世，出世间的二种二清净，如是若染若即能见法中。各个亦有它的多种差别及其边际，如以五数运说，运数为五，名五数运。彼此五运总摄一切有为诸法，因诸有为不出色心，色运摄一切色，离色运外更无余色。色运摄一切受，摄一切受，离色运外更无余受。想运摄一切想，离想运外更无所想。行运摄一切行，离行运外更无余行。事运摄一切事，摄一切事，离事运外更无余事。六数内处是指眼耳鼻舌身意的内六根，内数外处是指色声香味触法的外六尘。一切诸法皆指内外处色，离内外处更无余法。还有一切所知的事，皆属是正地色，离是正地外，再没有其他的所知事。如是一切品别边际，是名此中尽所有性。好，第二讲的尽所有性，就是我已经告诉你这个清净跟这个染着这两个法都不离这两个。那染着的就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你都有边际都在五蕴中，你脱离不了色受想行识无边际到无量无量边际。啊，也不离了，不离你的六根跟你的六尘，因为六根六尘里头就是整个片一切都在六根六尘里头。那因为造成你六根清净，什么都清净；你六根不清净，什么都不清净。对，那所以清净的这个两个法都在这里，啊，当然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哈，就是尽所有的性。